我在一场，我应该就可以换一只。不知道玩谁。不是啦，你们不觉得选老鱼柱还刷队友表情很靠北吗？集训木生一是要怎么配老鱼柱？你告诉我啦。好，打顶烂阵，打勾手啊！你他妈篮板又抢不赢对方啊！人家要那个假上真传啊！你能干嘛？你只有一般灌篮而已。啊、那个拿老鱼柱还在刷队友表情，那真的是很气愤到一个不行、欸。我觉得他不刷表情，我都不会想什么，我都不会讲什么，因为你选的这个本身注定就要难打的东西，但你今天还去刷人家表情，就是真的是无言，真的是无言。可能中投流，你说老鱼中投是不是？那也不知道几颗才会进一颗。该试试看了吧？安安呢 ？WEF， 安安 ，Hi Boss。红啊！哦，有哎、欸，内藤铁也有哦。有阿龟的样子哦，还得是你啊，但我也会盖哦，所以你要小心。我也是能扣的，好吗？可是我也是能冒的。没关系，反正我们会有板，这颗不用盖。爽啊！不然就哎，拿一个板。有屌菜！哇！我跟花形同队，所以花形是哪一个？三井啊！有哎。可不可以？拉倒，这个扑有机会啦，但有点冒险。但我觉得应该也是扑不到，高几率。这个应该不是，这个应该不是阿龟，阿龟不会扣，少啦少啦，阿龟玩内藤很少在扣，他通常比较乖一点。哇，那个失落的方舟也太大，60 G 是在哈罗，所以我把2K 给砍了，我先把2K 给砍了，这场再赢，我们是不是就快登顶了、啊？还敢皮呀、啊，内藤铁也！我的板，靠呀！哦，我要盖二哎，你要去？我这个长发樱木是会跳的哦，你好像误会什么了？我这个长发樱木那是有料的哦，哦，是会跳起来蹦起来的哦。桜木
Rebound, Sakuragi。Rebound, Sakuragi。那是鬼之长发樱木。太远了。中级跟高级的会员差在哪里？差在月费，一个月一个是100，一个是300。有，还得是你啊，飞来飞去的长发樱木，那是跟鬼一样。有赤木刚宪，六火锅六篮板了，兄弟，而且比赛还没结束哦。福利有差有，干、啊！哎、欸，我一直在哼哼还倒哎、欸，那是恶心，没错。高级的话呢？主播只要有空都会以带你为主。完了，他打赤木那个点。还得是你啊，当他摸，哎呀，有变数。100%，哎呀，被你吸走了，好球了。有掉菜啊，干，哇，这个分球，没进啊，干，这个人怎么那么勇敢啊，我不得不说啦，你三井怎么可以在这种关键平手局去顶三分，我觉得真的很勇敢耶、欸、认真说真的很勇敢。我不得不说一件事情，这个三井一定是花型透，花型行不行？那个花型，我给他两个字：勇敢。真的勇敢，真的勇敢。勇猛果敢，可以吧，各位？这个七篮板六火锅的长樱，大家是不是应该刷一排红色懒绝人？这个长发樱木是会盖吉藤的，那个吉藤压力有多大、啊？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子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以及直播喽。